个的话，我其实把它摆在一起的哈。那你可以发现说，哎，这个上面是有填这样颜色，你要这样画上去方不方便？不方便嘛？你看，我们先看下面这边的，这个都比较实色的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有没有？这个接纳部，那这个就是填渐层的。你看衣服这边，身体啊，哈，身体有没有填渐层？拉过来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这个渐层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我看哈，你看到渐层，这个其实它的方向是什么？这边是线性的啦，这样把它切开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渐层原则上一定最少两个点嘛，两个点才有办法做渐层，中间可不可以再加点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再加点，这样了解意思哈。这个一样，那这里比较不一样就是上面这一块，我们刚刚看到上面这一块，那上面这一块我们在填色呢，你看一下我们原本的色票里面哦。你看我们在色票这边哈，如果我先点到这边，你看我们色票这里，除了说单一颜色，你有发现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色票，其实它包括很多种。我们预设是显示所有色票，就是说不管你是纯色的啊，还是有你看有颜色的色票，对不对？这是只有颜色的。你看右手边有没有渐层的？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，是不是叫图样色票？好像就是我们刚刚讲花纹，衣服上的花纹啊，或者是像那种。一些花纹的，你可以把它填进去。那我先把它全部显示出来。如果说你没有看到它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，我们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这几个，这几个的话都是比较什么，比较那个都是走颜色的部分，都是颜色部分。像刚刚我们在填柯南，有时候你可能在调皮肤，你是会觉得好像皮肤颜色我就不知道该调怎么样比较好。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，有没有那个肤色有没有？他就把跟肤色比较接近的，人就是这几个，你也可以这样直接做出来。其实这边就是说它那医疗车内定帮你整理好的，好，帮你整理好的，这是一个。那如果这个之外呢，你可以从这边，你看我们往下还有一个选项，有没有叫其他资料库？一点了之后，因为这里面都只有单纯颜色，如果你要有图样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来。你看预设级，其实它会跑到哪里？跑到这边来，七槽有没有？放安装我们的这个医疗税的地方有没有叫图样？你把它点开，里面就有三个，不敢说很多，但是至少有三个皮毛的还是叶子的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先找这个古典的，这个应该是是装饰还是哪个？忘记了，来看一下哈。点开它会多一个视窗跑出来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？那么你要它的话，你就点一下，颜色就上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点错边了，应该是里面有没有填色嘛？好，填色的部分，这样了解意思哈。所以你可以选那，如果说你有多个的话，你可以像这样把它选起来，再一起去套。等一下哦。可以套进去，好，就可以把它套进去。但是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也许你觉得这个花纹怎么样？太过就是太大了，你可能要把花纹调小一点。那你要调小要怎么调？你用那个变形工具有没有？变形工具哈，你来找一下，这里有一个，如果这样直接变形，哇！这样这个帽子就变小了。可是我们在做缩放的时候啊，它有一个选项，这等一下我再讲好了哈。你先找到这边，点乖乖。那给各位先看一下哈，你可能要先找到这个变形面板，变形面板把它找到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上面里面，平常变形是两者都会变，就是说你的图样跟你的整个大小。那如果你找到变形图样，这个可以勾起来。勾起来，那你来这边做改变。那我如果把它锁定的话，我只要改变一边，我只要改变一边。比如说，我如果变150，那么下面现在是不是里面变？里面变，但是整体大小是没有变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方法。
但是正常来讲，应该这边还可以按一个，就是有个毛毛虫，键盘上有没有一个毛毛虫？Tab 的上面，Tab 的上面有没有？Tab 的上面那一个，那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其实，在以达吹里面的 F1 事实上是相当不错啦，哦，相当它里面的功能还蛮多的。可是我刚发现说这台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地方。因为正常来讲，我们是脱衣的时候。你只要同时按住这个，就可以只变形里面的图样。只变形里面的图样，就是说你按住这个，这个按键平常我们很少在用，很少这样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万一你如果忘记了，你可以从这边去做搜寻。它的线上 help 其实还蛮不错的啊，我觉得以达吹的做的这个部分做的还蛮不错的。你看，也有 bridge 的一些概念啊，或者像你在做那个钢笔工具的时候。它里面的那个教学还蛮多的，哦，我现在找到这个是没有。那里面它有一些像你在上颜色啦，怎么样上色，它都会有一些图告诉你。好，甚至还有一些练习的，怎么样去变更，我觉得做的还算蛮清楚的啦，哦，还算蛮清楚，你可以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那我把画面先换，你先找到哈，你先如果说你的。跟我这台一样，暂时用到毛虫不行了，你就找到你的变形面板，在这个地方先把它勾，只变形图样，那这样再来变哈，来画面还给你，在这边哈，在这边你要用这个缩放工具啦，好像缩放工具哈，这个好，你看这样按着的话，你一样按住毛毛虫，然后一拉，看起来好像有缩，对不对？放开，有没有？只有里面变，外面的那个大小没有变，可以吗？就是按毛毛虫用这个工具，好，搭配毛毛虫那个波浪状的，你就可以做一个那个缩放来。